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坐啊。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请看《大经课注》第659页，啊，659页，倒数第三行，从第三个字看起。其初三人全同本性，我们前一节课学习了《华严经》上讲的十人，很重要。佛在《金刚经》上说，事出世间一切法，要想成就，都得成于忍。能忍就会有成就，不忍呢，多半都失败了。啊，所以佛教弟子修学法门，法门无量无边，每一个法门都要忍啊，净宗也不例外。这个十种人好啊，啊，我们用了两个小时学习，今天接着看啊，说其初三人，就是十人里面前三人。应祥人、顺人、无生法人，跟我们这部经上面所说的完全相同。又顺人品曰，这还是华严经顺人品曰的书，若闻真实法，不惊不怖不畏，信解受持，爱要顺如，休息安住，是为第一随顺因身人。华严经十人品里头啊，前面我们学过，现在跟此地所说的合起来看啊，这个意思就非常清楚。佛给我们说的真实法，可是众生怎么样？众生听了害怕，听了之后不敢学习，
啊，世间法都认为有生有灭，人有生老病死，植物有生住一灭，矿物有成住坏空，这是自然现象。那佛告诉我们，这全是假的。真的呢，一切法不生，一切法不灭，我们就听不懂了，跟我们所理解的怎么完全相反呢？啊，佛说的是真话。啊，现在科学很发达，科学家了，他们证明了。啊，比如说《般若经》上讲，凡所有相，皆是虚妄。科学家在最近20多年发现了物质，物质究竟是什么？这个秘密揭穿了，物质现象是假的。啊，好像是德国普朗克博士，他是量子物理学家，在他的研究报告当中，根据他研究的结果，他告诉我们，这个世界上根本就没有物质这个东西，物质是个幻象，让我们产生错觉，啊，它根本就不存在。我们听了佛经上这样说法，现在又听科学家这个说法，让我们感到迷惑了。物质明明在我们面前，啊，静是我们的身体，啊，再远一点是我们居住环境，这怎么不是物质呢？啊，佛在般若经上告诉我们，物质现象，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又说一切法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这些话我们听了，真的会惊会怖啊！啊，佛怎么说出这些话来？不近人情呢？大家都这么说的，你为什么不承认？大家都迷在虚幻里头，佛呢？佛看到真相了，诸法实相，一切法的真实相。真实相，真实相不存在，没有。啊，相有没有呢？说相有，体空，这个好懂。相有。相是空的，这个不好懂。啊，为什么说它空的？那就这现在就在讲了。这个物质现象，它寿命多长？一个画面，它存在的时间多长？啊，弥勒菩萨告诉我们，弥勒菩萨告诉我们，这一弹指有32亿8000年，单位是百千，一百个千，10万。换一句话是32亿乘10万，
我们把它算出来了，320兆这一弹指，这么短的时间，一秒钟能弹几次？一秒钟，身体健康，年轻小伙子有力气，可以弹七次，撑起。那一秒钟，我们今天用秒做单位，那就是2240兆。做秒做单位是啊，2240兆分之1秒，这一个画面存在的时间就这么长。为什么我们感觉到它有呢？它前面灭了，后面一个画面又生了，一个接着一个。啊，速度多快呢？就是刚才所说的。啊，2240兆分之1秒。一秒钟它已经走过去多少个了画面了。2240兆。我们算一张一张的算吧，啊，2240张的这个画面。我们今天看电视，啊，电视一秒钟多少个画面在那里波动？100个。我们看不出它的破绽呢。那现实的环境是2240兆，你怎么会知道它是假的？佛知道。啊，我们怎么不知道？我们不知道的原因，是我们从来没有用过真心。都用妄心，妄心看到假象，真心看到真相。真心就是我们经体上所说的清净，没有染污。啊，我们一般人的心染污了，你看有贪嗔痴慢就是染污，有名闻利养，有五欲六尘是被外面环境染污了，贪嗔痴慢是自己内心的染污，内外全染污了，所以只看到幻象，把幻象当真。问题出在这个地方啊，六道轮回是假象啊，设法界也是假象啊，不是真的啊，我们把它当真啊。六道轮回设法界从哪来的？是我们念头变现的，我们的善念善行就变现三善道啊，天道人道修罗道，这三善道。如果念头不善啊，贪嗔痴慢疑啊，共高我慢，这样的念头，这样的行为变现出是三恶道，贪婪魔鬼道啊。当然原因很多，主要的一个原因啊，轨道主要的是贪啊，这个贪并不是专指贪财，贪名贪色贪财贪虚荣，这都包括了，甚至学佛说我世间法不贪，他贪佛法，那还是贪呢、啊。
啊，学到最后的时候还是多三卧道，不过他贪的是佛法，他在卧道里头他受的苦少啊。如果他贪的是虚妄的，是邪的，不是正的，那他受的苦就多了。贪是魔鬼道啊，嗔恚是地狱道，愚痴是畜生道。这是讲许多许多因素里头第一个因素啊。那么天道第一个因素是上品十善啊，人道第一个因素是五戒，是五伦五常啊。这个佛法没到中国来，中国老祖宗教导我们的五伦五常跟佛的十善五戒内容完全相同。事出世间一切法从心想生的啊，就是善恶的念头，善恶的言语，善恶的行为也从这儿生的啊。那天堂也是人造的，是从你善念生的啊。三恶道是恶念生的，就这么回事情啊。佛给我们讲真话啊，真话就是说穿了，我们今天看的物质现象就像看电视一样啊，电视的频率太高了啊。我们这个应该中年，小时候还看过电影，那个电影是怎么回事情？是动画啊，现在讲动画啊，这是一卷电影的底片啊，这就是动画啊，一张一张连续起来，它在放映机里面速度多快，一秒钟24张啊，24分之1秒，这个频率就把我们两个眼睛骗了，我们以为是真的啊，看得很起劲，不知道它是动画了，一秒钟24张啊啊。从前老的电视黑白的是1秒钟50张，现在数码彩色的1秒钟100张。那我们讲里头的一张你就知道是假的了啊，不要说电视了啊，我们就拿这个动画这个影片把它放在这个放映机里头，这些东西我年轻的时候都玩过我们把24张23张都涂黑了，只留1张在放映机里面，放映机打开让它投射到荧幕上，看到这个画面什么看到了，看到什么有一道光一闪就没有了，光里的什么东西完全没有看到，就是看到光一闪就过去了啊。要看到里面的形象呢，大概要把速度调整到
二分之一秒或者三分之一秒啊，能看到什么呢？能看到好像有树啊，好像有人啊，人面目都看不到，都看不清楚，好像有这个影子啊，二分之一一秒啊，哎，看到了，哎，看得比较清楚，我们有个概念了。三分之一秒以上的这个概念没有了啊，所以你看看，二十四分之一秒，只看到一道光闪了一下就没有了。这个现象我们能够理解啊，我们现前在生活当中看这现象，不但是世间法，除世间法也不例外。全都是2240兆分之一秒，单位是兆，不是亿，不是万。我们怎么能看见？啊，它一个画面一个画面连续起来，我们是在看电影呢。啊，高频率播放的电影呢，没有一个画面是真的。所以佛把这个现象形容为金刚经上讲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啊，有为就是有生有灭啊，六道有生有灭，十法界有生有灭啊，十法界里最高的是佛法界。叫有为法了。不是真的。啊，所以佛才说一切法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你怎么能得到？不但得不到，身体都得不到啊，身体也是在这个频率所产生的幻想。啊，那么这个现象被量子力学家发现最近20多年。啊，那么知道物质现象从哪里来的？从念头上产生的。啊，这是科学家讲微中子，这是物质现象最小的，没有比这更小的。打破之后，物质就不见了，没有了。看到什么？看到是念头波动的现象。啊，告诉我，频率太高了，很快。啊，没有说出数字，弥勒菩萨说出数字，啊，告诉我们高到什么程度？一秒钟，这个生灭次数是2240兆一秒钟。啊，念头呢？念头也是的，也是在这么高频率之下所产生的啊。现在科学家第一个物质现象搞清楚了，现在就搞第二个，念头是什么。我们有理由相信20-30年之后科学家会发现念头也是假的，
不是真的。啊，他也至少也是在这个频率之下产生的幻象啊。所以佛说，凡所有相，物质现象、精神现象、自然现象，凡所有相，皆是虚妄，没一样是真的。你把它当真，错了。啊，你不把它当真，它不碍事。啊，讲到这些地方，我们常常用电视屏幕来做比喻。啊，因为这个比喻大家都看过电视。我们把电视的屏幕比喻作真如自性。它是万事万物的本体。啊，电视频道上的色相，那就是凡所有相。啊，它离不开屏幕，离开屏幕它现不出来，它没有。啊，但是它所现的相是假相，生灭相。屏幕是不生不灭，啊，就是我们屏幕还是生灭的，啊，我们把它比喻，因为它的生灭我们看不出来，啊，它同一个相，啊，频道上的色、音声、色相，这个我们能感出来，它刹那刹那在变，啊，宇宙的本体是自信。就是真心，真心没有相，啊，它不是物质现象，也不是精神现象，它什么都不是，它能生现象，啊，怎么生的？它要动摇了，它就会生，它不动，它不生，像水一样，水不动，很平，平静，像一面镜子一样，啊，风一吹，小风啊，是小浪啊，大风是起大浪啊，没有风它就不起浪。我们起心动念就是风啊，真心就变样子了，就变成妄心啊，妄心就现象啊，现象不执着没事，假的那执着。就自身烦恼，就这么回事情啊！所以我们明白这个道理，搞清楚、搞明白了，佛在经上说这些，我们就不会感觉害怕了，而且我们能接受。为什么？我们要学习啊！一切现象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就没事，这个人就叫做佛陀啊。佛跟我们凡夫没两样，是一不是二，他觉悟了，他明白了，他不受外面境界干扰了，这就是佛。啊，凡夫呢，把这些幻象完全当作真的，喜欢的他要保持，保不住啊，他还要保持。啊，不喜欢的他排斥，都是错了。啊，这就是把它当真了，没有真的，真的是什么？能生能现的自信，真心叫真心，真的。啊，真心是清净的，慧能大师开悟，悟什么？悟个真心。真心什么样子？他说了五句话，那就是真心的样子。啊，第一句他说本自清净啊，真心从来没有染污过啊。第二个
它不生不灭。啊，你看妄心有生有灭，念头啊，妄心是念头啊，念头有生有灭。啊，而且常常在转换，善念转成恶念，恶念转成善念。啊，不停地在那里转。啊，第三个现象，本自具足，这一句话非常重要。告诉你什么？你不要到外面去求，外面什么都没有，假的，不能解决问题。能解决问题，真的，真的是本自具足。第一个，他把本自具足的内容分作三大类。第一个智慧，智慧是自性本有的，无量无边的智慧，无所不知的智慧，无所不明的智慧，自性本有的。第二大类是德能，啊，你的能力也是无量无边，你什么都能造。啊，第三个是相好，那就是所有一切的现象，全都是自性本来具足的。极乐世界美好，要知道是本自具足，不是外来。啊，阿弥陀佛神通广大，能造极乐世界。这种德能，一切众生个个都有，没有哪个比哪个高，哪个比哪个低，没有，平等的。啊，所以《华严经》上说，一切众生本来是佛。啊，所以佛法叫我们求，从内不向外，向内求，就得到了。向外面得不到，外面得到是假的知识。向内呢，这是智慧，是真的，不是假的。啊，智慧能解决一切问题。知识不行，知识有很大的局限性，而且还有后遗症。科学在这个世界上，在这个地球上，大概400年，演变到今天，我们都看见了。我们得到科学一点便利，但是它带给我们的麻烦。我们两个比较一下，得不偿失。啊，科学技术造成了核武，生化的武器，这个武器能够毁灭地球上所有的生物，让住在地球上的人呢没有安全感，这个很恐怖啊！安全感失掉了。换一句话说，住在地球上是苦啊，不是乐啊。啊，在以前科学没有发展到这个地步的时候，没有这个核武，没有生化武器，啊，打仗是有限的，伤亡也是有限的。现在连核爆、连细菌都不能存在，真叫灭绝。啊，可不可能呢？非常有可能。
啊，所以在二十世纪末70年代，英国汤恩米博士，我们的看法，这个人是菩萨化身的，大慈大悲。他经历第一次大战、第二次大战，啊，那么他最担心的第三次大战，对，第三次大战，地球就毁灭了。如何防止这个战争不会发生？他晚年几乎天天都是这个念头。啊，他想出一个方法。我们相信他对于中国历史了解的透彻，大概在中国也找不到一个人能跟他相比。这是个历史哲学家，专门搞文化史。啊，我相信他是从夏商周三代得来的启示，这世界要有一个政府，一个国家。啊，把世界统合成一体，这个战争就不会爆发了。谁来统一呢？他提出是中国人，而且说得很明白、很清楚。只有中国孔孟学说跟大乘佛法。啊，大乘佛法确实传到中国，印度现在没有了。那么中国人用这两样东西来统合全世界，就像夏商周三代，夏商周三代的统一是文化统一。啊，每一个国家它还是主权国。啊，但是有两种是统一的。一种是书同文，文字统一。车同轨。啊，造这个车辆的时候轨道是统一的。啊，这一个是交通，一个是资讯。啊，这是统一的。啊，他们对中国文字非常赞叹。啊，像瑞典高本汉博士，他告诉人，汉字不能改，文言不能废，经书必须读。欧洲人呢，读中国书的，他给人说，如果真有来生，他来生要投胎到中国来做中国人，对中国文化的仰慕，啊，那么今天这个世界呢，哎，好像是有这个样子，要靠我们努力。啊，我们看到习主席，他就任之后，啊，访问许许多多的国家，他的谈话，他的作为。啊，好像是从群书之要，从老祖宗的智慧论
得到了许许多多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智慧、理念、方法、经验。那如果世界朝这个方向走，我们有理由相信地球上将来会有千年盛世。这个盛世不是地区性的，不是一个地区一块，是全世界，全世界会有非常幸福美满的时代出现。人类的福报啊，啊，祖宗为我们创造了这些基础，我们只要在这上扎根，好好去经营，一定能开花结果。啊，那就是像高本刚讲的，汉字不能改啊，我们要学文字学，要学声韵学，要学训诂学，这三样东西学会了，这古时候中国的小学啊，小学通了之后，第一步重要的四书啊，四书什么？是儒家的教学的根本。啊，根本的理论是中庸。中庸讲中和，中不偏不斜。啊，和是和睦，平等对待，和睦相处。啊，讲诚，讲仁，讲爱。理论的方法是大学，从各无知之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老祖宗讲得好啊，我们要相信啊。啊，为什么？他在中国实现了三千年，跟中国这个地区出现太平盛世，每一个朝代都有一段太平盛世，那就是通过实验的，这叫今天科学的精神，通过实验可以信任啊，只要我们肯努力的学习，能达到祖宗所做的效果啊，我们对他要有信心。今天外国人的信心比我们要高很多倍呀！我们自己没有信心，啊，所以真正搞清楚、搞明白了，随顺古圣先贤的教诲。啊，让自己在这一生当中能得到幸福美满的生活。啊，幸福美满里头包括真实智慧、健康长寿。
啊，每一天法喜充满，常生欢喜心，快乐。六根所接触六尘境界，没有不适宜的。完全显出的是正能量，没有负能量。啊，身修家齐国治天下太平。啊，用文化了，不用武力，不用政治。啊，也不是科学技术，也不是经济贸易。是中国传统文化，我们对祖宗要信任，要恭敬，要感恩，要向他们学习。啊，他们的心清净、平等、觉而不迷啊。啊，我们今天瞧不起祖宗，认为他们落伍，他们没有科学技术，错了，他有，他懂，懂不发展。为什么？如果早发展，可能这个地球已经毁灭了。爱因斯坦如果是中国人，他懂得原子弹，他决定不会说出来。啊，为什么这个东西说出来是利少弊多？啊，日本投两颗原子弹投降了，小利后患无穷啊！那个时候不造原子弹，日本人已经国力已经不行了，很多人估计顶多他才能再有是一年。非投降不可。啊，十多少人，连十五六岁小孩就要去抽去当兵。你说这个国家多凄惨。啊，发动对中国战争，这样的收场。这是给世界凡是有侵略野心的做一个榜样啊。啊，现在用核武，那就是用铁，是以全世界为对象啊！发动战争不是局部的，太可怕了！啊，所以爱因斯坦曾经说过，核武战争没有胜负，是同归于尽。这一句话提示很重要。啊，你活得不耐烦了，让全世界的人跟你同归于尽，有没有这种人？有。这种人不是傻子，是狂妄。啊，他没有智慧，愚痴到极处，造这么重的业。啊，死了以后，无间地狱。永远不能脱身了，太可怕了。啊，所以人这个字多重要啊，能忍什么问题都能解决，不能忍就要出事情。啊，所以佛教给我们啊，要信戒受持，爱乐顺如。
休息安住啊。啊，这个安是平安啊。安从哪里？从平等来。啊，世界社会为什么动乱？不平等，贫富差距太大。啊，真正懂得政治，从政第一个目标就是把贫富拉近了，人民就富了，人民就感恩了。啊，才能安住在地球。是为第一随顺影响人，影响人里头有这么深的意思在里头。啊，那么这个就是影响人也。又曰：此菩萨随顺其境。这就是学问了。什么是真路？什么是罪路？什么是永恒的路？就是极尽这两个字。啊，极是指心，真心，真心一念不生呢。啊，所以菩萨明心见性，大道圆满的时候，叫极灭人。妙觉如来他真的啊，即在弥陀净土里面称为常寂光啊，常是不生不灭，啊，即是一个念头不生，一念不生。光是智慧，是自信本具的智慧，普照全宇宙啊！啊，佛法里面讲的遍法界虚空界，常寂光普照啊！啊，常寂光在哪里？无处不在，无时不在。我们全在常寂光里面啊，所以我们起心动念、言语造作啊，只要证得常寂光这些诸佛如来，他们统统知道，统统看到。常寂光是法身，常寂光没有现象，所谓物质现象没有，精神现象没有，自然现象也没有。啊，由此可知，它本质就是一片光明。啊，这个光明我们见不到，我们身在其中而不知觉。没有办法觉知，为什么？我们的心是动的，极尽没有了啊！极是心动了啊，尽没有了，尽没有是身动了，口动了，
身口意三业全都动了，这就是六道凡夫啊。菩萨呢，菩萨他身心都不动，身口意三业他随顺即净，即净就是信德，就是真心，随顺真心，他不用妄心。妄心是起心动念，我们今天讲思考思维，思考思维都是染污，真心上面的染污。菩萨随顺，菩萨应化在世间，他来干什么？两个原因，自己没有成佛，要在六道十法界里头去修随顺即净。不在这个里面他没法子修啊。一定要境界现前，你眼看得很清楚，耳听得很清楚，心里面干干净净，一尘不染，没有被外面境界干扰，这真修啊，这是菩萨啊。离开这个环境，找个深山，挖个洞，在里头打坐进修，那不是真的。他要离开深山，都市里逛一趟，心又动了。真修要立思练心。离开五欲六尘，你到哪里去修啊？你没得修啊。这个道理要懂啊。人家怎么修成功的？阿罗汉什么本事？六根在六尘境界里能够不执着，他有起心动念，有分别，没有执着，这就是阿罗汉。我们就不如他，不但我们不如，二十八层天他也不如啊！所以他超越六道轮回了，不执着就出轮回了，执着不行啊，执着错了。为什么？一切法，一切现象都是假的，没有一样是真的。你要执着它，你就亏可吃大了。所以不执着。学顺人。这叫修道。菩萨比阿罗汉高。菩萨不但不执着，还不分别。没有分别。阿罗汉不执着的清净心。菩萨不分别的平等心。比阿罗汉高。最后不起心不动念，你
不起心不动念的脾气都没有，那就圆满了，你成佛了。这个佛了不起，这个佛是无上正等正觉啊，它比等觉还高。通常一般讲成佛，初住菩萨就成佛了。为什么？初住无明断掉了，就是不起心不动念啊。他生在十宝庄严土，正得的是福，是报身啊。十宝图里面有41个阶级：十住、十行、十回向、十地等觉。41个阶级，这41个阶级，你要问他，他们全是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那怎么还有阶级？这个阶级怎么分的？习气，习气有浓淡不等啊。初证得的习气很浓，这很重啊。修了很久的时间了，习气很淡。很轻啊，通通断干净的才能成正觉，才是妙觉位啊。那就圆满了。妙觉位怎么样？完全融入常寂光了。发生真的真正发生，不是知道，他跟法身融进法身，就是他到常寂光里面去了，再找不到他了。常寂光没有形象，也没有念头啊，就变成常寂光。常寂光可是充满了智慧的能，能现一切现象，什么都没有，什么都能现啊。为什么现象呢？帮助那些还在迷惑颠倒没觉悟的人，帮助他们是随类现身啊。啊，这些什么通通是自性里本有的，千万不要以为自行外面去找却错了。所以佛法叫我们回头到自行去找啊。那么现在有困难，我们眼睁睁看大乘在中国过去形成的八大宗派啊，现在呢我们搞净土，现在净土还有，除净土之外好像都没有了。贤首宗没有了，贤首是以华严为主修的啊，现在没听说人专攻华严专讲华严，没听说了。天台宗是法华，啊，法相宗是唯识，瑜伽师地论是他主要的奠基。啊，楞伽经。在中国有3种翻译，
过去禅宗用它做引信，戒律，大小乘戒律，现在只有台湾果清法师他学这个戒律，讲戒律还有这么一点痕迹在其他宗派没有了禅宗大魔祖师到中国来的时候用楞伽引信，五祖以后用金刚经引信，都没有了三论、中论、百论、十二门论那么密宗藏密还在还像个样子难啊找一个老师都找不到了那我们真想学怎么办真想学有办法没老师也有办法只要遵守老师的修学理念跟方法就行现前还有例子在祖宗教给我们什么方法什么理念理念就是一门深入常识熏修没老师不要紧你学一步行天天念他别打妄想譬如我们修净土的无量寿经没有老师你就念无量寿经要念多少遍呢1000遍不要求解义一定要知道经典的文字是没有意思的因为没有意思他在运用的时候无量意真实智慧怎么讲深讲浅讲长讲短讲应各种不同的讲法无量无边太丰足了跟世间法不一样世间文字只有这个意思只有这个想法佛法的时候一句话一个字能给你讲100年也讲不完这都真的不是假的要开慧佛法教学就是要开悟把自信里面的智慧引发出来这叫毕业了这个毕业就是禅宗里讲大彻大悟明心见性教下叫大开圆解净土法门里面叫理业心不乱名词不一样境界相同所以无私可以自通遵循古人的办法可以自通学一步去那么在我们的先前我知道有三个人
刘素云居士，他读无量寿经到现在不止3000遍了，20年了，一天念10个小时，你去算着，其他的时间念阿弥陀佛。你说他有没有得一心不乱？我看到这个现象不必问，当然得一心不乱。一心不乱与浅深不一样，有浅有深。人家20年了，佛法是法，你去向他请教，他都给你讲的头头是头。啊，念经就是叫你念，不要求解义，啊，这个怎么讲法不求，啊，也不要听。念经就说，念经是干什么？是修定，是修念佛三昧。用读经的方法修念佛三昧，要明白这个啊！你还研究什么意思就坏了，它没有意思啊！为什么？它的题是极尽的，极尽哪来的意思啊？极尽到极处，极尽光通，那智慧开了。那个光是智慧，通了，是自信里的本有的，不是外头的。啊，所以你多想想看，释迦牟尼佛，他给我们表现的是榜样啊，是模范呐。啊，他19岁出家。放弃国王的继承权，放弃宫廷富贵的生活，他去当苦行僧，日中一时，树下一宿。这个苦行僧的生活过一辈子，不是几天几个月，啊，佛陀入灭是在树林里头啊。我们今天讲森林啊，不是在房子里面。啊，那么他是知识分子，为我们表演的广学多闻。在那个时代，印度是宗教之国，是哲学之国。啊，古印度的哲学，在这个地球上，他们那个时代非常发达。他学了12年，经上有记载。12年怎么样？发现所学的都不能解决问题。没有法子叫你脱离六道轮回。他就不学了，放弃了。啊，学了12年。放弃了，放弃了，到菩提树下去入定。啊，那一年他30岁，学佛之后，我们了解了，19岁出家是放下烦恼障，30岁
放弃求学了，是放下所执障。到菩提树下入定，回归自性，开悟了，大彻大悟，就开始教学。教学是非常有体系的，它不是乱来的。等一下办学校，先办小学。讲阿含，阿含是小乘，就小学十二年。我们今天小学六年，佛陀的小学十二年，根扎的厚啊！十二年之后提升，方等八年，好比是中学。给进入大学做准备的，中学跟小学联合起来20年来，20年办大学，学生都提升了，大学讲薄弱智慧，教了多久呢？22年。释迦牟尼佛一生讲经教学49年，般若几乎占一半，这是他主要要说的，要教的。最后8年是研究所，帮助菩萨成佛，拿到佛陀教育最高的学位。同学们在此地要记住，佛教里面的佛陀、菩萨、阿罗汉是学位的名称，跟神仙没有关系，学位的名称。佛陀好比现在大学的博士学位，菩萨好比硕士学位，阿罗汉是本科毕业学士的学位。他搞清楚啊，他是教育，他不迷信呐。49年教学，没有听说佛陀哪一天放假，没听说，有教无类也，来者不拒，去者不留啊，不分国籍，不分族群，不分宗教信仰。你只要跟他学，他就教给你。你想学什么，他就教你什么。他什么都通。他跟谁学的？没有老师。他怎么能教？他开悟了，自信里面智慧流出来，那是圆满的，不是从外得来的。我们对于这个事情要搞清楚，要有信心，我们才会有指望。否则的话，我们找不到老师，没指望了，很难相信啊。但是是事实，不是假的。那我们再回头看看，在中国有一个唐朝时候禅宗六祖慧能大师，他开悟了，也是世出世间什么经典你问他，他都会讲给你听，他没学过五祖跟他上课，那是晚上就那么一次跟他讲金刚经，讲大意嘛，不认识字，用不着经本嘛，讲到应无所住而生其心，他就开悟了。他的毕业论文就20个字，
本自清净，本不生灭，本自具足，本无动摇，能生万法。五祖一听，行了，衣钵就给他了。啊，他就是禅宗第六代祖。别人不服啊，怎么办？躲藏起来，等到缘成熟之后再出来。他在猎人队帮助猎人烧饭，伺候猎人15年。15年之后，大家把这个事情淡忘了，他出来了，无师自通啊！啊，开悟就通了。所以佛法的教学是叫什么？是教你开悟啊！用读书的方法，是对于喜欢读书的人，今天讲知识分子喜欢读书，喜欢读书就用读书的方法。读书是修定，不是叫你哎呀这怎么讲话，那怎么讲，那定就完了啊！不许可你研究，你只要字没念错，句子没念漏掉就行了。1000遍念下，哎，得小定，开小智慧。2000遍下去了，得大定。3000遍下去了，大彻大悟，明心见性。我们在《坛经》里面看到一段记载，法达禅师。啊，在没有遇到能大师之前，他天天念《法华经》，念了3000遍。《法华经》很长，分量很大，念一遍大概要一天，总要10几个小时。啊，念一遍。那么3000遍就是10年。见六祖，啊，向六祖请教，六祖告诉他，法华经我没听过，你念给我听听。法华经总共28品，他念到第2品，六祖听了，行了，不用再念了，我全知道了。跟他讲法华经，他开悟了。他为什么能开悟？他有3000遍法华经那个定功啊，法华三昧啊，所以高人一点他就通了啊。他这一开悟，一经通，一切经全通了。我们看了不能白看了，他们做榜样给我们看，我们如法炮制也行啊，没老师也行啊。啊，你先念3000遍，你看看，永明延寿大师，他也是读法华经。啊，传记里面记载，他念《法华经》10000多遍。你就知道他定功多深。啊，心里头
没有妄想，没有杂念，没有分别，没有执着，就是经体上清净平等觉，他全得到了。自性般若智慧流现出来了。你看他的著作《宗经录》，《宗经录》就是小藏经啊，把释迦牟尼佛49年所说的一切经，重点全掌握着。净土宗第六代祖师。禅境它表现的圆满了。不但是一不是二了。宗门教下了。全通了。他那种修行。一天。100多桩事情，我们一般人做不到。所以这个都是做样子给我们看。现在还有个样子，胡晓林居士，他住在北京。最近6年，他念一部《大乘起信论》，他告诉我，证明了古人这两句话千真万确，一点都不假。他没人教他，《大乘起信论》念了1000遍，一天也是念好几个小时。1000遍念下之后，他又开悟了，小悟。第二个1000遍圆满的时候，大悟。看古今《大乘起信论》的注解，他知道哪个注的对，哪个注错了，有这个能力了。现在的3000遍，都满3000遍。他说第二个1000遍，感觉说比第一个1000遍看得义理，看得深，看得广。3000遍更深更广。这些给我们做榜样。如果我们能够跟其他宗教接触，你会发现孔子的智慧谁教他的？老子、庄子的智慧谁教他的？再往上去，尧舜禹汤历史上成为大圣人，他们留下来的教诲，谁晓得的？无一不是无师自通。那个自通最重要的条件，就是心清净，心里没有杂念。要到什么程度？没有妄想。没有杂念，没有分别，没有执着。眼见色，在色相上磨练；耳闻声，在音声上磨练。吃饭不能白吃了。舌根在味尘上磨练。练什么？不起心，不动念。
不分别不执着，就练这功夫啊，完全回归到自然，回归到自信。这就是三昧啊，这就是真定啊，啊，这就能开智慧。啊，所以我们穿衣吃饭都错了，不会呀。吃饭是讲究味道啊，这个很喜欢吃，多吃几口，那个不喜欢吃的就摆到旁边啊，衣服要选自己喜欢的款式颜色，这都是高六道轮回的。修行人从睁开眼睛一天到晚在境界里头练，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用什么方法？八万四千法门，无量法门，方法无量无边。啊，海贤老和尚用一句阿弥陀佛，成功了。啊，一句阿弥陀佛，九十二年，眼见一切色，阿弥陀佛。好看的阿弥陀佛，不好看的阿弥陀佛，通通归阿弥陀佛。没有自己一点意思在里头啊，听音声啊，音乐阿弥陀佛，噪音阿弥陀佛，完全不受外面干扰，一句阿弥陀佛念到底，一声接着一声，念了九十二年了，功夫了得。112岁还爬树啊。啊，有些信徒就看他，他庙门口有棵柿子树，他爬到树上去折柿子给大家吃。啊，有人把这个镜头拍下来让我们看到。啊，说明什么？年岁大，体力不衰呀。啊，这是怎么成就的？境随心转。他的心不衰，他的身就不衰。他心清净，身清净。是这么一个道理，我们要从这里建立信心呢。啊，这个不分别、不执着、不起心、不动念，难呐。起心动念很微细，我你看一秒钟，2240兆。这个生命我们连概念都没有啊，你怎么能把它止住？不可能。所以要用方法啊，一般的方法读经，读经的时候妄想不会生起来，杂念不会生起来啊，也用不着分别执着，老老实实念下去就好。讲求变数啊，1000遍的时候做一个检验，看效果，这然后2000遍再做一个比较，信心就升起来啊，3000遍。就有大受用啊！法达禅师
三千遍《法华经》，他能开悟。永明延寿大师也是读《法华经》，读了10000多遍。啊，他称为禅宗的大彻大悟，净土宗的第六代祖师。他晚年念佛求生净土。啊，真到极乐世界去了。在外国，我们知道伊斯兰教是个很大的宗教，他的信徒全球有15亿人，创教的教主穆罕默德，穆罕默德跟六祖一样不认识字，没念过书，哎，他能讲出一部《古兰经》，他跟谁学的？啊，《古兰经》是他讲，旁边人笔记把它写出来。啊，是回教里的主要的一部经典。都是无师自通啊。我们要相信啊，理是一个，方法就那么单纯啊，就叫你专注啊。用什么专注没有关系，你喜欢用哪一种你就用哪一种，只要专注，把起心动念分别执着压下去，把它消灭掉，就成功了。啊，压下去是功夫得力，消灭掉是功夫成就。啊，我早年学佛，老师教我看破放下。啊，相信，明了相信，这是看破啊！看破之后，最重要的放下。放下起心动念，放下分别执着，啊，离事无碍，事事无碍，啊，不论是善事恶事，大事小事，全部放在心上，你就对了。放在心上生烦恼啊，烦恼不能成事啊，智慧能成就大事，烦恼不行。啊，所以希望同学们，啊，我这一生没有讲堂，没有道场，啊，教学，我们用网络用了20多年，啊，用卫星电视。今年是第13年，14年，今年15年，14年，03年元旦开播的，我把这些都讲给大家听，希望大家记住，真肯学，没有一个不成就，不怕苦，啊，要修忍辱波罗蜜。什么都能忍啊！你一不忍，一生就守住一不忍，决定不改啊！10年之后，你就是专家，你就是世界上一流的学者啊！你学《金刚经》，《金刚经》的专家啊，《金刚经》也不长，只有5000字。啊，你要学这个，一天至少要念30遍。啊，10遍太少了，力量不够，30遍、50遍很好，念上10年。
小悟、大悟、彻悟，你慢慢都得到了，才能够续佛慧命，弘法利生呢。把自己的妄想、分别、执着、毛病，统统都念掉了。你可以得到清净法身了，法喜充满了，自信里面的慈悲心生出了，大慈大悲，怜悯一切众生，教导一切众生，成就一切众生，无量功德。底下又说，此菩萨随身寂静，这境界喜欢寂静，观一切法平等。为什么？一切法都是自性变。你可以常常念这一句，慧能大师说的：何其自性，能生万法。万法的体是自性，自性是一个，法无量无边，一个自性生，它是一体，所以它平等呢。这个不能不知道正念不为诸法。你要是对诸一切法里头起心动念，这个念头就不正了。正念是什么呢？看得清楚，听得清楚，摸得清楚，没有起心动念，没有分别执着，修这个，这叫真修行。随顺深入，随顺这两个字用得好清净心随顺，平等心随顺，大彻大悟随顺，境界不一样阿罗汉的境界，菩萨的境界大彻大悟是佛境界一切诸法。再看下面，清净之心分别诸法要用清净之心，之心就是真心，没有委屈的现象。修平等观，深入具足，是为第二顺人，此皆如顺人。你看，都是讲的功夫修行的功夫看到这个世界，行善积德欢喜，好赞叹；看到众生作恶，也不回报，也不需要制止。不要起心动念，这就对了。我种类很多能教的要教，
不能教的不教。为什么不能教的？他业障深重，他会怨恨你啊！他说你咒骂他，这样给人结了冤仇，冤仇结下去麻烦，生生世世冤冤相报，没完没了啊！所以我们就要修忍辱，决定不跟人结冤仇啊！他会帮我，他侮辱我，他陷害我，我不放在心上，心上没有，心上只有阿弥陀佛，我要到极乐世界去，我不想再在这搞轮回，这就对了啊！要能忍呐、啊，人才能成就自己的道业，不能忍跟别人争论，不是好事情。啊，这个道理，对于自己一生成功失败，影响很大，所以不能不知道。啊，还要深深的明了通达，表现在日常生活行为上，一团欢喜啊，怨恨我的人，回报我的人，障碍我的人，他对我不了解，他如果了解了，他会欢喜，怎么能怪他呢？啊，不可以怪他啊！不但不怪他，还要感恩他，我们每天讲经念佛都回向给他啊。为什么？他替我消业障啊。这一世学佛了，造的业障少一点，过去生中生生世世累积下的罪业无量无边啊，这些人给我消业，给我消重业，我应该存感恩的心啊，决定没有对立，绝对没有报复，绝对没有批评，完全接受，接受在一句阿弥陀佛之中。这是念佛人啊，别人不能理解，阿弥陀佛理解。别人不欢喜，阿弥陀佛欢喜，我们会很顺利往生到极乐世界。这不是迷信，这是事实啊。下面这两句意思很深，又曰：此菩萨不见有法生，不见有法灭，这个菩萨是什么菩萨？法身菩萨了，他没有见到法身呢，他所接触的是生灭相。法身菩萨见一切相，不生不灭，是真的，不是假的，没有生灭。就像我们一个明白人啊，看电影看电视这个画面有生有灭了，有生有灭是凡夫完全着了相啊，啊，像我们前面所说的，今天的科学家、量子力学家
叫他来看这个电视，电视的画面有没有生命，他可以告诉你不生不灭。为什么一个画面占多长的时间？2240兆分之1秒。你说它是生还是灭？1秒钟生灭2240兆次。所以这个生灭等于不生灭。科学家会点头啊，他了解事实真相。这个频率，这么高的频率，是整个宇宙活动的，都是这个频率。谁看见了？佛经上讲8D以上，这个位置高啊！同样是化身菩萨，化身菩萨有41个阶级，这是41个阶级最高的4个阶级。你看，8D、9D、10D 等觉。这是最高的四个层次，他们的功夫跟佛差不多平等了。但是他就差这一点，他不能融入法身，不能融入常寂光，他还在十八祖。一定要证得妙觉位，就是无时无明习气断得干干净净，确实没有了。他就到常寂光去了。十报图呢没了。十报图不是生灭。它有影显。没有缘的时候它影了。没有了。那没有了不能说它灭。有缘的时候它起来了。起来不能说它生。真的是不生不灭。它不是生灭法。一切法从缘生，所以缘生范围包括的非常大，看它有没有缘。下面有解释，我们时间到了，今天我们学到此地，底下何以故？是解释。这个底下的意思很深。那么这一段这个经文我们学会了会很有用处。能够帮助我们提升境界。因为你不了解它不能忍了。了解之后呢，受人家怎么样的侮辱也要一笑了之。天下太平，没事啊。过去有冤结化掉了，不结来生的怨恨。真正消业障，断烦恼，成佛道。好，我们今天就说到此地。